讲，今天这六个宝箱里面到底装的什么秘密武器？大傻，你可以猜一下哦，说不定能猜中啊。让我猜是吧？在海上的话，应该有军舰。哎，你猜对了，可是这只是其中一种武器啊，还有别的重武器。那我要好好想想了，别的重武器，航空母舰算吗？算吧，不过航空母舰呢，必须要一个航海编队保护它才行的、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宝箱里面没有航空母舰。这么神秘啊，我不想猜了，直接开宝箱吧。你别着急啊，别忘了在我们游戏开之前呢，还要开出上期在草底下保护开箱评论区向外留言的新小观众，我们要送出我们的乐高礼物。是哦，这个不能忘啊，那草底下还是我来开奖吧。打开评论区，开始转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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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动梯。哎，恭喜这位名叫敏锐克里斯奇的小伙伴呢，获得我们这一期的乐高礼物。运气不错啊，恭喜这位小伙伴获得我们这一期的乐高礼物。还是老规矩哦，只要在超理侠的宝物开箱评论区下方打上数字一，下一期的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我们的开奖环节了。超理侠会随机抽取一位幸运小观众，送出我们的乐高礼物。没错的，另外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的游戏视频呢，记得一定要给我们点赞支持哦。超理侠，那接下来呢，就直接让我们开启宝箱吧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准备选右边的第一个宝箱。哎，你今天不让我先选了吗？超理侠，你是不是知道右边第一个宝箱里面装的是啥武器？你别瞎说啊，我可不知道，不然让你先选。算了，让给你吧，我选你边上的一个，直接开启宝箱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呀，臭美侠，你作弊啊！我就说你为什么先选吗？没想到你第一手就开出了巡洋舰。你别乱说啊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你看我的军舰在跟你的军舰对比，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啊！别慌嘛，虽然我这艘巡洋舰的排水量大，但是它的机动性能呢没你高啊。最好是啊，我感觉我只要轻轻被你撞了，我这一艘小军舰就沉了。别这样嘛，又要对自己有信心呢、啊，你不一定会输的。也对啊，振作起来吧，你打不动我，我躲避你的火炮好冲过去。这啥呀？这是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傻，这艘巡洋舰的特点呢，就是火炮威力太强了。我不想跟你解释啊，你就是作弊啊！虽然我要是再输了，我们回去重新开宝箱。跟你说了，我没作弊啊，你老是说我作弊，算了算了，直接送你回家吧。啊！你的火炮还能这样转过来打我呢，我就被击沉了。反正都打不过你，超人侠，你让我死心一下吧，我直接用我的小军舰来撞你的巡洋舰。我来了，我冲！你这孩子这么想不开，那今天呢，我就给你上一课啊！超人侠，你走开啊！这轮我先选，我选择左边的第二个宝箱。好的，让你不跟你抢，免得你又说我耍赖啊！你看吧，我先选的话就选到了驱逐舰啊，你呢，海盗船。这轮是有点倒霉啊，不过对比边上的驱逐舰呢，我这艘海盗船的排水量跟它差不多啊。是吗？我试一下我的炮啊！哎呦，超人侠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造孽！气死我了！你还说这不是故意的？看我海盗船的厉害，冲过去打他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准备好啊！得了吧，你前面喊口号喊的这么久，都已经开始了，别耍赖！难道我这海盗船就没有一点攻击的吗？哦，原来他的火炮是往两侧打了，那机会来了。超人侠，你干脆回去重新开宝箱吧，你海盗船跟我的现代驱逐舰打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拿下一局，我誓不罢休啊，机会来了，打他。好吧，算了，我认输，换换换，赶紧换下一局。最后一轮啦，超人侠，我要左边的宝箱，别跟我抢。那我就选右边这一个吧，打开它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惊喜。哎，核潜艇！可以啊，核潜艇，那我的嘞？哎，这不对啊，大傻，你啥也没有。谁说啥也没有的？我可是真正的潜到水底下了。看吧，我这艘是不是比你那艘更霸气？看这样子呢，是有那么一点啊。不过你还没赢我呢，赢我的再说啊。现在呢，我们直接开始第一局的对战吧。打开我们的鱼雷瞄准具。好的，发现大傻了。潜在这边啊，还露了一点头边，我看不见你啊！你有本事把我击沉再说吧！击沉是吧？来了！哎，击中你尾部了！我还好好的呢，你没有叫我给机会啊！那看我第二枚鱼雷，哎，我那个鱼雷打偏了，哎呀，我还跟他撞到一起了。不过我这艘潜艇没事啊！我也没事啊，而且超人侠，我还没开炮呢。那你倒是打，不会你这艘鱼雷打不出火炮吧？看我发射第三枚鱼雷，哎呀，第三枚鱼雷还是打偏了。你不行啊，超人侠，给你四次机会了，哎，你又撞我。
哎呀，稳住稳住稳住，千万不能被他给撞翻了。哇，还好啊，不过大胆的这种合成力量确实很难对付啊。经过我们两轮的攻击呢，我们都没能将他给击毁啊。超力侠，你不行啊，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鱼雷。哎呀，他不会真的打出鱼雷了吧？他的鱼雷在哪里啊？哇，我刚刚连他鱼雷的影子都没看到。超力侠，我刚刚还是好的呢，在水面上打你，接下来呢，我要潜到水底下，让你找不到我。都真格了是吧？你会潜水，我也会啊，往下潜啊，往下潜啊。哇，看来我这艘潜艇只能浮在水面了。哎呀，大大现在在哪里啊？我真的看不到他了，有点危险啊，他随时可能从水底下蹦出来啊。你可要小心啊，超力侠，我呢，我会给你惊喜的。这也输得太惨了吧？好吧，我们今天呢还是必须得认输啊！大傻的核潜艇呢，确实比我的潜艇要强啊！好了，本期的游戏解说呢到此结束，我是超力侠，希望我的解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